去也都花了。啊，有咩乱事啊？咱听着面笑话啊，感觉真正是热情如火啊，咧热情如火啊，咧，感觉咱一直都想要流出来的啊，你知无？但是这条是用咧什么人许富凯的歌，对无？你即摆囡仔吼，拢唱新歌啦，嘿啦，啊那凶咧怀念的歌曲安尼吼。那阮跩小姐哦，就较无学着安尼。你怀念？我学一点点。你有学一点点哦？然后学一点点。你有学一点点哦？你会晓做一条，你讲。你主持人是肯定。但佫想袂出来讲学一点点啊，但是伊个一点点嘛佫揪入去安尼。像是发放心底了。像是发放心底无算，我是来讲台语。我是来讲台语歌吼比较普遍啦，台语歌吼人吼听较有安尼啦。是代表讲吼，老的吼，一半摆啊吼，唱的唱的话听啊，对啊，所以吼，这歌曲真多啦，哦，新歌、老歌、中国的歌曲，哦，啊是这个台语的吼，上好日语的，但是日语的今麦敢那已经失传啦，无人会唱，无人会晓唱啊啦，会晓唱的拢在休困啦，会晓唱的发广告吼，大家拢在休喘啦咧，所以吼，今麦若是台顶吼，要听到这个怀念的日语的歌曲吼。真正少之又少安尼啦，哎，久久啊，可能敢若听一条安尼，但是目前为止我敢若足侪当无听到安尼啦。我无啥样唱啊，但是，不到迄个做老唱的哦，伊正常叫我学迄个五十音安尼吼，阿姨有诶乌卡西苏西苏安尼，我敢若出十音尔。我袂晓啦，我真正袂晓啊，但是吼，几句啊会当啊，哎呀。我哋冇得爱惜的哦，爱你离婚啊吼，你捌听过无？我这句你会晓，你捌听过？这条歌你捌听过无？我刚听你迄句日语哦。哦，我哋冇得爱惜的安尼，还是叨一句？要不你讲叨一句啊？叨一句，我哋冇得爱惜的，爱你离婚，不是？哪尼？哪尼？哪里上去啊？哟，哎啦，无我刚刚。口麦王，听无？晚安啦，准的时间就晚安啦。哎呀，早安好哎呦安尼啦，哎嘿个样啦。啊那乌鸡的时候，乌鸡仔吼，乌鸡。我看你，你乌鸡，我煮晒。乌鸡就是大，哎，啊那煮晒就是细。你看蛮多大个。我是无得出来，安尼就对啊啦。我拢互你表现啦，我今仔日包包起来安尼吼，莫出来下戏下情安尼，因为有恁吼，有恁就无我的存在啊。我是安尼保持我的好的形象安尼吼，所以其实吼，这个歌作侪啊，加减啊吼，学习者。哦，安尼换唱啊，换唱安尼，新歌在流行，老歌重感情吼，所以一般般唱一下老歌曲，哦，大家咱做时段吼，啊，共同安尼吼，怀念一下嘛，算袂歹，对哦，来，快紧啊，哎，我再讲讲吼，才搁打出来尔，所以吼，也搁有进步的空间的安尼啊，来，继续搁来搁唱什么歌？来，新歌归吼，大家今年财报看甲归大堆吗？接受我们的礼物，共同欣赏啊。Yeah.
小来个安排。